金边包万行物件拢得起，农委会毛家超级市场的业者即马要合作，昨昏有开记者会，讲要伫卖场推出俗价平价专区，希望让民众会当俭钱好过年。民众咧超市斟酌比较每一项物件的价钱甲品质，因为逐项物件拢咧起价，后礼拜就要过年，要过好年，就要甲算盘排地卡只片。对，再涨一点了，大概传统市场也有涨啊。之前我买油，半年前买的时候是300块，那现在再买就变成319。超市员工无用咧整理商品，为着要让民众安心过年，农委会参超市业者合作推出平价专区，但是部分民众讲，侪物件拢咧起价，这项政策是。地标无地本，民众也烦恼，敢会是销量较歹的物件，才会摆去平价专区。就怕他说会不会平价啊？这个东西有比较差。农委会的责任要先让农渔民面对高原物料上涨导致生产成本上涨，一定要有利润来获得，才有办法持续的从事农渔业的生产。行政院副院长已经来针对。关税跟营业税来全部的减免，到今年的第一季，我们也同步的应用既有的剩余资材，跟我们其他的方式来提高农渔民的竞争力。陈吉仲表示，冬天是台湾菜色大出的季节，最近天气也袂歹，保证菜色供应唔免烦恼。北农在这几天的蔬菜的平均价格都是在一个稳定的水准，那各位关心的鸡蛋。那我们也会全力的来供应。过年前北部需求强劲，但春节期间消费者可能会往中南部或东部旅游，我们会在往的需求地点比较高的来做调度。陈吉仲表示，平价专区推动未干那伫过年时啊，落尾会继续推动，也欢迎其他同路业者做阵加入。记者郭文鼎，台北报道。